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牌牌，谢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啊！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！诸一成少将又到了愉快的国战时间了啊！今天的视频很精彩啊，咱们就不多说废话了，立即发车。诸一成少将，你们准备好了小枕头、小被子没有？准备好，就开始睡觉吧。开启我们的魔幻之旅。第一局够不够魔幻呢？主持人完毕叫奏绝破坏啊，这个没见过的概率啊。选了一首信仰组合卧龙奖费，这个可以有。看看有没有信仰，一号位可以刷点能用的牌吧。卧龙这个价可以抢手量的。刷两下好像没刷出什么东西啊。卧龙这个将肯定是可以抢手量的。马剑开了就开了吧。这局三血四血差不太多。没有喂过吗？一个卧龙不至于下了喂过出不来。先标着。好家伙的。杀八号位不好吧？而且还杀四血将，我觉得我们要杀就杀下家，把队友杀出来了吧，挺尴尬。不过我知道，因为我应该不会出来，我掉个血过了。这八号位出来太尴尬了。什么的，往后面顺一下，然后过了，转了个藤甲，也不怕烧。谁知道呢？也没打后面，这就不知道，很像绿皮行为是吧？一点出来了，直接给他无懈啊！我们不缺无懈，我们有的是无懈，就让你好气啊！李典表示好气，也说忘记一下，当然说别误伤，纯田，我只是个猥琐的三血不卖的胃啊！你邓艾，你有什么鸟用？没什么鸟用，被砍了一刀还敢出来？邓艾，李典说，我只是想刷个牌，这边南蛮 A 出去。你赵云也打个无懈吧，反正咱们无懈多，要这么多无懈干啥？哎，摸一张，这波不亏。貂蝉不知道会不会离间？过河拆桥，拆了就打无懈啊！你要拆加一吗？你看啊，啊，并没有，直接过了。羡慕吧？是我谁也不惹，你们魏国和蜀国去打，那你亮将干什么？那你亮将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边又 A。真是 A 了个痛快啊，这个人人有酒喝是怎么个意思？啥也没有直接被 A 死吗？那你快笑掉了，笑掉人大牙了，又是一个绿皮行为是吧？七号，好家伙的，你们这些三血不卖的位怎么都这个样子啊？这个李典他并没得翻啊，他没给他打无血，给自己打了，信仰不够。行吧，他这没得翻都不知道翻谁，还是翻卧龙奖费了。说实话，卧龙奖费没啥翻的，不过他有先驱翻了也行吧。这个开的到底是什么，这话也很难讲。蜀国、魏国好像都不怕这 A， 因为那边藤甲那边三血疑似卖血的，这边有卧龙奖费。因为吕布华佗也出来了，是想操作什么？火攻那不行，我们有无懈，我们就硬无懈。你们可以说这局打了多少无懈吧？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武将还不知，这人肯定还大。看你有没有什么有能力的武将。蓝赵云一看也不像啥有能力的，来一刀，怎么能不能烧死他？他断线了，但他好像也确实啥也干不了，只能筛一刀。哎，好奇怪啊！等等，赵云出完派。等会儿我看看，装备无六剑，八号位对二号位是用雷杀啊，他翻面了，我说的呢，我说怎么直接跳到邓艾了，我傻了，主要他跳的太快了，这里好，接下来继续无懈吧，你干啥都无懈，你摁无懈，能不能换个红？好，黑里有红，红里透黑，这才行。彼此相穷，寻他把他放出来。他觉得五号是位吗？张禅说：“我才不管呢。其实这里没必要放啊。
貂蝉说："我管那些鸟事，这个人还不亮吗？啊，你这把貂蝉的狮子送过来，这是什么行为？媚俗的行为。吴，你如果是吴国，我建议你亮，藏没有意义。顺手牵羊，好，直接顺你。好像是个烂灵童，你不想亮灵童，你可以亮别的将啊。你不亮，人家肯定就压着你暗将，人家赵云都不杀绿杀你，你说你闲的蛋疼。你老老实实亮剑，上轮你对吧？你上轮不想亮，这轮格局打开了，你就正常亮你另外一个将就行了。这边挑战藤甲也是幽默，小胡爆发了，挑战完藤甲羞愧托管。你是真羞愧托管还是战术性托管？很幽默，小伙子，看了一眼，他是个双头。这回能火攻中了，刚才看过了，难受。干嘛？你还想救？算了吧，我觉得你就不要救了。灵童，你说你刚才藏着，然后被群雄打了以后，你还要报复群雄是吧？估计是这个剧本，这剧本经常出现，就自己藏着，然后被人家打了，自己藏着，然后导致被压，然后被打了以后又不考虑局势就去反打，这种不剧本经常见吗？好像双方他准备斗谁？那不行，你这个要斗我们了，我们肯定不让你斗，无懈。好家伙的，我感觉这牌堆全是黑，完。直接杀你！你杀他，我的建议是扒他比较好。但这里咱们打无懈吧，因为灵童毕竟四张牌，你不要再去惹灵童了，你还要惹他干啥？那你这一刀多余杀，杀他一血有啥用？我感觉路人真的就是永远停留在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主题里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就屁大点事儿就。当然了，你们可能会认为什么是屁大点事儿，你打了我就不能忍，谁惯着谁呢？也是啊，打个游戏，谁又能惯着谁呢？但是不管是游戏还是人生，它终归是有一些是正确的行为，或者是说不太合理的行为。你什么事情确实都可以一意孤行。这也是国战的魅力啊，它就确实能反映很多东西。其实很多人打游戏，他确实是喜欢一意孤行。这边由于赵云托管，由于群雄又去自己弄，由于灵童喜欢藏，那反正他们就互相打呗。蜀国的话，主要是还有这个离点曹丕挺麻烦的，这个群雄也付出了代价啊。确实付出代价，被灵统一顿暴打。我是灵统，我哪怕被打，只要我能回血，我还是不会乱动的，我就待着。这个赵云管偷摸回来了，一看你们打得好痛快，我们也出来打打打一打。你偷摸把华佗收了呗，别救了，真的。有啥好救的？让他去吧。除了吟诗作画。除了吟诗作画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哼，拆掉丈八，可以吧？啊，揍他，表示你爱翻翻，就翻吧。小戏沉舟，可以忘戏。那你揍他翻，再翻就翻吧。但他里打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个离点逃避肯定要处理掉，毕竟吴哥和群雄，至少从前面来看确实打起来了。离点逃避也没什么问题，你打我就翻你们，我不会去帮你翻别人的。离点逃避如果回不起血了，他就比较尴尬，因为他三血他有逃避，一般不愿意碰他。但是他一血可能群无就顺手把他收了。这赵云打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个离点逃避这种将是很容易到后期直接一波收割的。好，这下压还真起作用，把他压到一血，他回不起来血了。还有没有机会把它收掉？这边觉得咱们也没有无懈，咱们也不会还手，不是，咱们也没法打无懈。灵童说："我慌呀，我打无懈。"他还去离间灵童，你这羡慕吧？行吧，你反正这样，我也能，我也能知道你们这种行为，虽然狗屁不通，但是确实对吧？你们不这么做，你们就难受啊！你看他又杀回去，这很有意思。
但是现在也没说赢赢，这得把这个一点逃兵想办法除掉。多英介，看一眼，赤壁是不是久了嘛？麻烦了，直接这不拍吗？直接拍了，把他弄死算了。铁索连环，你这个连曹丕打一下没啥意义的，你直接拍他，他肯定翻赵云，然后你再一刀把他剁了，打打这个双头没什么意义，他打他，他翻他应该不是怕他爆吧，应该的意思是你再敢打我貂蝉救我，我就把貂蝉翻回来让貂蝉干你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上礼仪，守纲常。觉得你打貂蝉那一血暂时没什么意义。杀！你让曹丕活过来很麻烦的。吾乃常山赵子龙也。这里由于他没了回血，就打你，你龙胆就龙胆。灵统现在能冷静下来吗？杨长胜。舍资简装，袭掠如风。今天炫了吧，他毕竟老黄忠可以强命，要苦吗？不苦，来一刀，他也冷静下来了。但你这种裸奔状态，两血，说实话，一会儿貂蝉出来，该把你们带走也带走。炫他，再杀一刀，赵云也很惨啊。就现在的局面还真不好讲。中了重兵都给他打无懈呗，能连出就连出来，让他动一动，看看能把这个李典宰了。这个要把李典宰了，好拼无懈，硬拼无懈。他为什么要老说一曲脏罢？好家伙的，拼了多少无懈？你们无懈真多，但是怎么能说是个 Joker？先放出来了，好献花，哎呦，害羞了，别害羞啊，矜持点，呵呵，好家伙的，一堆桃子啊、哦，他不要，他说我要杀人，杀，好杀李典，貂蝉应该是有桃的，就看他想不想救，啊、哦，他还真救了，救的话你就别忘记了，直接把卧龙翻掉。这里不能杀灵统，杀灵统，灵统的你都是跑李典那儿去了，不行的。所以杀李典就杀了，你救了也救，因为你不杀李典，卧龙也得杀，该杀杀不死还是杀不死。这里就没必要救了，可以让他收。这就是失败。除了吟诗作画，他收了以后啊，他只要不回血，这个貂蝉洞。他为了人头，他可能就把李典和灵统都带走了，你就尝试跟他单挑看能不能单过吧，这样你俩都有机会，这俩一血的等死吧，你俩弄到一血了你俩还咋整？所以其实就是你到这种残局，你一定要时刻绷着一根弦，进鏖战会发生什么，什么时候进鏖战对自己有利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思考好，因为有的局虽然说你好像杀了你所谓的仇人，但一旦进入一个鏖战对你不利的局，你还是非常难打，这个其实很需要你掌握火候的。好，于是把他俩带走，来开始跟单挑，第一下不还手，乐不思蜀，哦，他乐住，丢了，咱们手上上，他手里都是红，这回出不来，那留就一个无懈和一个红桃十吧，看下轮能不能顶住。快来与吾，其实这局赵云去强杀李典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因为这个李典你不杀后面，哎，李典逃避他很容易滚血球，正路线我不是没做过。然后利用这个卧龙的连营去跟这个斗，还把他斗过了，舒服了。这下舒服大了呀，不敢斗了。那你怎么跟卧龙斗？看能不能烧死他。大概率是一张红，因为你顺着张黑。不过没杀中也不亏，没杀中你能生息，也不亏。其实现在貂蝉基本上已经很难了，这就挑无懈吧。这单挑了，杀肯定比无懈好。
羡慕吧。这里直接烧，你不知道它是方便闪还是红桃闪，这个随意了。他掉了个方便没有，开五谷找牌看能不能打死他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无懈闪。你杀他一刀，他要是没闪，他就死了。他要是闪了，你还能摸两张，怎么也不亏啊。这就还是非常艰难的获得胜利啊。其实每一就每次做录像，每一局下来就感觉就是反正在我的视野里看来，就是哪谁的思考量到底有多少，还是我反正是看得很清楚。我是感觉很多人思考量是严重不足的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可能认为很多人就是随便玩一玩，对吧？不过呢，我做视频我肯定是希望你们能那个去多思考一些东西的，对吧？你不愿意思考也没事，你就看个视频，看个乐子也挺好的，真的。打个游戏，对吧？挺累的。第二句是想要何以笙箫默，这肯定投过稿啊。这肯定形容国家了，另外的这个太弱了。不过我觉得我打这种智力游戏还是动动脑子挺好的，有我觉得动脑子才有意思。你要是真的想休闲，就玩休闲游戏。这种游戏其实不太休闲。说真的，三国杀说真的真不太休闲。你休闲就只能打人机休闲。李范打了一个人，发现三血不卖，立刻认爹，又换一个打啊，找到他魏国仇人了。啊，你就喜欢亮吧，你刘关张。那李范。圣手千阳。啊，他不是李范，他是李野。然后又往三血不卖，你到底是祸水东引，意思李远去打他是吗？你是无是吧？你这种只能认为是无，我实在想不出来是什么，只能认为这个无在祸水东引。李远才不会管那些呢，肯定弄你。我是李远，我才不打什么所谓的三血不卖，就弄你们俩，你俩搁这嘚瑟，不动你俩弄谁？杀，没啥，李远往下一点杀，咱们练练。这种不好说的，又加炮技啥？那这只能也是无了呀。你说你这种无国都脑子有大病，你搁这盯着一个巡游国家杀，你杀一刀你就过了就得了，第二刀有必要杀吗？这兵有必要贴吗？你不出杀装个位还能装？你现在好了，你等死吧。天哪，无限，我也不知道谁的无限，能把弩顺过来。你看真幽默，真的是这种小绿皮是真幽默。你不会觉得你打了魏国你能不能好结果吗？你回合外又没防御，这种情况下你要真上来手剑杀一刀发现他是魏，你就过了呗，兵一丢。好，这边能救吧，那绿皮只能死在襁褓之中，而且你还把这个烂脸弩挂起来，你这魏国卖了一大堆牌，能死吗？谁看万念，他的意思是打不死齐瑟吗？那桃子还是应该吃掉的，你还是想保桃子弄李典吗？那问题是你还要齐瑟的，这个那桃子还是吃掉好一点。来，贾诩出来了，有没有其他的位？好，这个张绣喜欢弹是吧？你有什么好弹的我都不懂的，你在弹了个寂寞。我只能说你没这招勾引出他的弹，你倒是有可能是什么。他这简直是弹了个寂寞，弹什么呢？我不懂。三元康玉，我只知道什么三什么优雅。好，你喜欢弹，你马上就杀一个死的你，九杀就赐给你。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。九杀，有两个桃吗？军兄。一个，不是你这一个桃出的是了个吃个寂寞呀，后面的人都没牌了，你还指望谁？指望华佗吗？华佗他也没有红的，都黑的。你说你个张绣何太后，你谈一个巡游国家做什么呀？喜欢谈，喜欢谈，人家可能就一波人还没齐策呢，再杀看看能不能乱杀。结果这二娃是个烂蜀国，搁这猥琐搞事，你搞了个寂寞。
还捅了黄莹一刀，把黄莹闪逼出来，最后自食恶果，导致铁锁杀黄莹没闪，把你自己带走。就这些人真的好，还把岳飞害死了。吴邪看来是自己人的，吴邪，对，看，因为他吴邪贾诩，看看能不能干掉贾诩。再劳吧，再无懈，让他拿闪，因为还能骑射个万箭，只要你想进攻。一刀，骑射十二，这里减一可以挂的，咱没算好，三张牌就可以开，找了个减一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手轻招退之解，同心。变，不要国家了，这会儿典韦看看能不能直接一波清场，这谁能想得到啊？这只能，哎呦，万州太行了，哎呀，问题不大，只要他这轮不天度就问题不大。那不拜你们绿小小绿皮儿，什么孙尚香、鲁肃搁这挂个连弩，就觉得自己姓啥不知道了，然后被人家反噬，然后这张秀和他和我谈瞎谈也被人家反噬，马谡呢搁这。不知道他干那干啥呢，搁执法钓鱼，害死自家核心。不是你玩什么国家，你就玩按照你们国家的打法，你每个国家他都有，你们总结不出来，我给你们总结的，每个国家他都有他正确的获胜之道。我不说你按照我说的打一定能赢，但是呢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。哎，你非要你采用这种，你就多下下饭就行了，这人变了个司马就不需要变了，就司马控场基本上稳了。嗯，他不想偷那就是他的事，不想看个桃园就不用理他就行了。不过这李范想赢还得是得找个机会变魔身，光靠这个赢不了，把他玉玺拿过来，光靠这个周泰是赢不了的。他们一打二，主要是个烂周泰，他不愿意投，他变了个干净不太行。其实就是荀攸这一波有很多人的助攻，有蜀国的助攻，马谡，有孙尚香的助攻，有张绣的助攻。你发现真的好像看起来是魏国赢，好像其他人共同出力是吧？那可真行，投了吧兄弟。刚才你不投我能理解，现在还不投吗？现在你变什么能翻？变什么也翻不了。你唯一能翻的是孙尚香，但孙尚香已经躺在那儿了，你也别指望了。上礼仪守纲常，兵粮寸断，此乃驱虎通狼之计。还要坚持。亮入围出，变了个吕蒙，那这回合不用打他，因为李范吕蒙是不可能翻盘的，不让他变了。过了就行了，我再连住，没什么玩意儿。终于投降了，终于舍得投降了。后面这两个人杀吕蒙，杀吕范，那主前面那一波确实很爽啊，直接干掉了五个人。哎呀，不是周泰，就他不是周泰，其实他也被干掉了。其实不会玩的吴国，他经常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帮魏国助爆，然后帮魏国助爆之后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会怎么想？他们想，你看这魏国，我们都这么打他了，他们还这么厉害，你们可笑不可笑？好，咱们看下一句，不是讲那叫“穷穷对孤井”，难道不是“穷穷穷对孤雁”吗？看一下这句。八成又要选位了吧？林凤、丁凤、林凤也不是不能玩，但是好像简直不如这个厉害啊！曹丕、荀彧主动卖血，比曹丕、司马好一点吧？曹丕、司马只要不能主动卖，就差很多。曹丕能主动卖，其实很厉害的。摸板好，摸出个邓艾了。邓艾，你是嫌自己活的啊？你也不是啥强力卖血的，你搁这儿，那你等死吧。又是这种经典烂三血不卖，在八号位为了种个田，人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都说我没手亮，我要多弄你。乐不思蜀，弄吧。人家就亮将弄你，孟获你亮将又是几个意思？调啊，你是调皮小脑斧啊！你打他就打他呗，你都不用亮啊，你按着打就行了呀。你说这些人，好，三血邓艾，四血不选，选个破三血的，然后被搞死。这边两个鼠，咱们倒是可以收拾。你说你在干啥？对不对？五点一点，可以吃火山啊。吃不过就翻人就行了。他把一号翻了，嫌这两个鼠垃圾，一号被杀过位。这是啥呢？你自己是打他行，可以没问题。五谷丰登，五拿了碧绿，正常啊，草皮是不要绿的。不过这个局，反正队友死了。想大幅度开团基本不太可能，装了也就装了。过来吃力云妹儿大奶，你这啥亮吧啊？孙坚孙特，那你亮孙坚呀，你亮孙特做什么？好家伙的，还真是四个鼠，这边翻的也是鼠，行吧。但这边风脖子出来了，孙丞相能不能活下去啊？咱说黄莹莹的无中是可以无懈的，这黄莹莹的无中收益太高了，一般人的无中不轻易无懈的。好，还出个代劳，还有国无懈没有？那估计剩单无懈了，刚才国无懈谁打快了，是不是孙策还有单无懈？那蜀国的无懈刚才无中不是应该反抗吗？咱说黄莹莹新过了吗？不像呀。这边孟获丢山了，孟获不是张飞，果然这边是单无懈，这边这个国无懈是洗出来的。嗯，黄英这一波爆，哦，还真让他洗出连弩呢，这没有周泰死了呀。铁锁连环捆绑，他如果死了陷入二打四，真的好打吗？没还好没属性，有属性孙坚孙策可能也要死。再走，咱们说个诗，又是孙丞相鲁肃，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很厉害嘛。你看这两句孙丞相鲁肃，有什么用？这种都是花架子，没什么用。他觉得打不死了，就不给他送觉醒了。那边英魂一下把加一丢了吧，没啥用。过河拆桥。拆加一方天画戟，斗曹丕，对，斗曹丕没毛病，一定要斗曹丕。卖起血来，这二打四是相当困难的，得全靠曹丕的卖血，才看看有没有机会，能不能打死一个鼠收尸。我感觉他不知道他有减一，拆加一好像也能理解吧？杀赵云，没现在没有能回血的，带上曹丕吗？不带。可以带吧，不带就算了，估计你自己没桃也虚，怕曹丕死，主要是觉得烂孟获没啥翻的是吧。他有乐住了，孟获不知道还藏了个什么将。这轮咱们肯定，咱们玩，既然玩了曹丕荀彧，一定要主动卖血啊，驱虎你可以驱，驱他也行，驱黄莹莹，把黄莹莹驱光也行，但你为了打黄莹莹都他南蛮入侵，南蛮算我的。那你不是为了打死他呢？你没卖成血就没卖成吧？小小把戏，共同算我的。小小把戏，能不能打死这个黄莹莹？蜀国桃子好多呀。闪，要不要换雌雄小剑调戏？可以雌雄小剑调戏。他没射减一，他可能觉得他死了，想把这个减一收掉，结果没打死。不过不关念，这个减一确实不关念。桃子留一下保孙坚孙策吧，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太会打你。这没换雌雄念，哦，他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换雌雄念，就是就跟没射靶是一个道理。他觉得他死定了，想把他手里那张牌收过来，
这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被救回来了。他手心两百其实也不关键，确实。火攻给你亮个闪，没有，强行开桃园了。好，再火攻，再亮。你这都回开桃园了，你还敢打？他又回起来了，坏了，怎么毒打一顿白打了？我八卦阵溜了吧，没啥用。你看，巴不得打他们，让他们打你。过河拆桥，拆掉最后一张手牌，怎么办？开始集火黄忠，杀！上灌石斧杀他，行吧。黄忠是一个老刘备，老刘备的话有点用。为贤为德，但是用处不一定大。他们要集火孙坚了。直接闪，这里他不是诛杀，他没法强命，他仁德的话，因为这边有五六剑，那个真杀才能黄忠的那个技能。这边好家伙的藏了个王平，我的天哪，这一下有点炸裂，这王平出来了有点炸裂，我去，这局前面的路要走得很艰难啊，这局从一开始就是地狱难度了，其实等于蜀国天胡开局了。这局真的能赢吗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好，他们可能还是要打孙坚，但打孙坚最好先打到两血，然后下一波联动推死，然后让他去一波大永恒去补牌，然后希望闪电炸。啊，要九属性吗？火杀。嗯。九火杀被闪了，闪电并没有炸。雷杀，杀一刀送觉醒，然后驱虎把这个谁给翻了啊？这边有属性，是他连的，你不用发花，他肯定要卖了，他但凡有点脑子就得卖。然后把这个黄银翻掉。一定让孙坚觉醒，然后再令女的翻面，这样过牌也有了，控制也有，才有机会。这再翻了祝融，对吧？不要怕，孙坚英魂，你血又回起来了。一定要这么打。你看，这不好东西都来了，再赢再补牌吧，没必要拆。以无魂魄保佑孤儿之基业。一把麒麟弓丢掉，丢寒冰也行。扼住老刘备，看看能不能把黄银扼杀在萌芽里。就打他吧，他愿意奶他就让他去奶，因为灌石斧他估计也不愿意奶。对，你就一血，然后他们想杀你没那么容易。无界是谁的？没人打就是孙笨的呗。孙笨的，孟获现在过了王平那一波大之后，他就是个废人。啊！强行红杀，那你怕不是杀不死？你只能越来越陷入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。顺上桃子有没有？没顺上桃子，顺上一个万箭也可以。先来一刀。那边你愿意奶谁奶谁，那边反正血都太多了，根本打不动。暂时是不是打你们的事儿？所以先弄不过就驱虎把它翻了，因为这里肯定是可以稳定卖血的。闪，不战而驱。这里应该先驱孟获的，万一驱赢了就不好了。不过你有个二点也还好吧。总之这里一定要卖血把黄银翻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样就是让美轮。孙坚、孙策他都处在一个觉醒的状态，而且啊非常安全才好。这个加一马丢了，这加一马没用啊，这个大点吗？但我觉得你下轮可能还是要卖血去翻人，这个祝融就这辈子不让他动了，把他饿死在萌芽里就行了，饿死在摇篮里，捆绑，一举压血，蜀国应该是还有货的。有没有办法搞一下逃避啊？不能让祝融动，有弩，继续杀他，再买刘备，再杀，
能不能把他收了？收了就可以杀曹丕了。啊，终于打死了，可以。哎，不是，不一定。好，打死了可以，他可以捅曹丕一刀，不能让祝融动。对。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自当有气节。因为对于你来说，你想赢也要指望收祝融的牌，不然你怎么赢？你该慢慢。这不仁德了是什么意思？不懂。为何不仁德？哎呦，手牵手了，好家伙，瞬间怒吧，藏手里，对，他妈是手牵手了，他竟然上来不去瞬间怒，他还跑这顺个顺，专门顺个顺，真过分。桃园不错，可以先卖血，把酒喝了再开桃园，这样再翻了住，反正终于要翻了。但开桃园有个不好，就是孙策不能觉醒了，好像也不行。嗯，但是你可以杀一刀孙策，红杀孙策，因为杀对面没什么用，有方天画戟带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毛病。接下来要集火这个祝融了，就让祝融在摇篮里睡去啊，不让他动。驱敌之兵，这是本王最后的。我感觉先驱把酒喝了，然后开桃园保持凉血是不是好一点？不过留个酒也行吧，反正他会阴魂你。看看把刘备拆一拆，不能让刘备动，因为刘备动怕吃个酒啥啥的很安全。过河拆桥，拆光光。我感觉祝融这辈子都不要动了，杭州大聪明。没这，但是也不怪你，就是人家曹丕荀彧就这么强控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再接刀。这里就强行二打四，通过孙坚孙策的国牌，其实这种吴国和魏国这种配合很难见到的，这种异国能同心协力配合，又得局势非常大力，还得你俩有能力赢。你杀他还不如杀孙策呢，你至少杀孙策没负面作用。你杀他还不如杀孙策呢呀，至少没负面作用啊。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去杀曹丕呢？你杀了孙策，如果真杀死他，就算收拾能怎么样，也打不死你们了，一个人。那省了，人家正好不用那什么了，人家正好不用取虎了。那边狮子又来了，孙坚再回血，再阴魂又回血了。这里他应该不会去拆蜀国，还继续补。雌雄丢了吧，接下来看看先死的是刘备还是祝融，你们猜猜看，武将竞猜一下。关键的话可以把孟获翻了。孟获你放放血吧，别老搁这出闪了，无血放个血都不行吗？哦，他们的无懈把刘备放出来了，刘备终于选择杀孙坚去了。孙坚应该有逃吧，所以说你杀孙坚至少没副作用，你杀荀彧又被祝融又被翻了，这里又是同样的剧本，什么开个桃园红杀一刀，他没有，那可能不想开桃园了。然后拿个决斗可以了，还拿代劳，那这样的话开桃园然后斗孙策就行了，这样的话又可以取武了。不战而驱敌之兵，他拿着名牌，你这样取武就是可以卖血。这是本王最后的人，然后斗孙策，这局主视角也是勇于敢卖啊，并没有说什么怕谁谁谁赢的。我跟你说，一旦打到这种局，你什么怕别的国家赢什么的，那最后还是大国赢。啊，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，而且还经常发生在你们自己身上。我是觉得像这种局都打到这份上了，对吧？我谁赢都可以，真的。但是有很多人就不这么想，是吧？包括电视机前的你们。
江东小霸王孙伯符。有很多人就生怕盟友赢了，是不是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咱们看他们两个人精彩表演就行了。我只是插句题外话，这边祝融，我感觉真的他可能到死都出不了牌，真的。他直逃，但对于孙坚来说，他好像反正都有机会吧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，无论对于魏国、对于吴国来说，都是等一个连弩的一波的机会，就看谁最后能拿到这个机会了。曹丕其实也是踩在悬崖边上，连弩在蒙混那里给顺过来了，呵呵，之前弄的，手真骚，脑子是不是哪里错了？没事，人家屈虎是稳定发你的，你控制不住的，这个真控制不住。再补，这不是一波的机会要来了吗？他会救不回来吗？这个他救不救回来，你都是杀孙坚呀！救不回来，孙坚死了不也是死了吗？这局主视角非常的敢卖，而且他就是总体是很流畅的。这里强行杀一刀再仁德，太老，孟获你能不能处理掉孙坚？雷杀，一刀处理不掉。看看这一波，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我们肯定要救的呀，没法不救。哟，你们还挺猛啊！这就是，再来，再来，好家伙的，杀不死！我感觉还是翻了还比较好，乐的话，你拿不到那个牌，不太好。这是本王，哎，不是又有桃子。不过感觉孙坚可能会防你了，有可能迎回一下你。第一下先拆孟获，这第一下其实第二下再迎回你就不错了。他已经有意识在防你一波了，好像也没啥，因为祝融一旦死了，确实很容易一波。如果我是孙坚、孙策，就是。我可以帮你打蜀国，但是你这个连弩我有处理的地方，我还是得给你处理掉了。他不是说怕你赢，就是因为你打死祝融的话，终归是都有机会。好，他们就是只能打他。耗子又来了，又可以卖了。这肯定是不能让他动呀。而驱敌之兵。不吃掉。那么你把孟获拆光得了，省了孟获打你。可以，没啥问题。主要是拆祝融实在是没啥意义。这其实不用，哎，行吧。雌雄你也摸不到什么东西。就看这一波了，能不能干掉祝融？干掉祝融就赢了。先杀呀，再九杀呀，太急了。没事，那就驱虎吧。驱虎不会真打死哇，真打死那就真一波了。那既然打死了这个牌就一波了，那只能说曹丕手非常骚，把孟获连弩又顺过来了。那孙策他有连弩，他也有机会的，如果他能摸到，没啥遗憾的。只能说你们两个配合的挺精彩的，把这个四个蜀灭了。这四个蜀可是开过王平大的，当时就是满血满状态的。孙坚的补牌很有作用，这边翻面也很有作用。就说你俩各司其职吧。你说还真差点没打死他，牌不够。有时候死人比这局整体来说还是挺精彩的。这种不是一个国家的配合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遇到，一般都是死敌，恨不得对方死的那种，是吧？哼，这局都比较长了，咱们再看一局吧。这是叫那叫昌平沉默术士，这个名字
黄莹莹、黄忠，行吧。一号位手量爽一波，可以有。牌一般吧，想不想亮？外坏了，外面有太后，但是没有张绣和太后，看来是想出来了。哦，杀了牌还不赖，你先开个桃园。庆祝一下，打吧，这这么多三血的，我天哪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大蜀国了。操作吧，孩子。这下家倒霉了，那好像也没啥办法。看是你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？再开五五，这牌是真的烂，拿了个乐。既然打了他，就把他勒住，是吧？嗯，那也好像也没毛病，存五张牌过了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没啥，就没啥办法。手亮嘛，黄莹莹是可以手亮了。好家伙嘞，暴打老公，好像也没啥问题。他老公非得跟他凑成一个专利，那不行呀。暴打，结果还无下，好像给他打无限放他出来了。解夫君烦扰，外面还有人，无懈不管，反正太后是有的。说实话，是我无懈都懒得打了，他也干不了啥，管他干嘛，保自己得了，让他死了算了。小乔弹一手，有张飞吗？没有，马谡，他来个死了得了。小乔说：“那我成全你，那你死了呗。”其实没必要打，打无懈管他了。败军之罪，你死就死，你给黄忠变身不好吗？好家伙的，曹丕出来收尸，何太后出来收遗产，你们这些人都是来发财的是吧？嗯，雷杀，这里由于四个国家一个，他看他蛮想让曹丕去翻谁谁谁的，曹丕说我谁我也不翻，怎么四个国家一人一个，谁知道局面是什么了？我觉得马谡你临死之前给黄忠变个身好不好？那黄忠有什么用呢？多不好啊！这就是战后疑余音，所以他针对你正常。就你们，你蜀国先来先一顿打人家，人家才不管后面是群是魏呢。战后余音啊，他觉得他牌多，想反间看一下，行吧？何太后又将如何打算呢？他说我什么也不打算，我过了，出来避孕啊，避月一下，双女。召唤没召唤出来，没召唤出来应该不是位吧？怎可没了招架的兵器？你小乔反间他，他很不爽，就去拆他的刀。你拆他的冠十五干什么？拆他手牌，让他变成两个手牌，不就很多人愿意打他了吗？破刀有什么用啊？他会杀你吗？看了一眼，杀这个强人所难，好家伙的！尽管放马过来。嗯，到底是群还是数呢？三血数不多了，可能是群吧，不知道。调度征求，这冠师傅又不会扇子逃皮，我知道我不太冠师傅，就如果你真愿意给黄莹莹，你就拆小乔手牌，让他陷入被围殴的境地。不过这边一个旅犯局胜出来，可能还要被打，又爆了。我不吃辣，种树。乐不思蜀，那是吴国，这不好说，都有可能。什么群为数？这局也没，这回也没啥动作过了。这么多魏国，然后错晚了，这就是典型的嘴炮嘛，意思就是魏国多，所以群雄和蜀国你们不要打我们。他来个扯淡，一看结果一看一个群一个魏，现在没啥好说的了吧？这局很均衡，2-2，但只不过死了一个蜀。这回都没人嘴炮了吧？你们两个魏，两个吴，两个群，爱谁打谁打谁，谁愿意打谁打谁。你看他就愿意打逃避，这种谁愿意打谁打谁，谁也不知道了。那你打人家，人家就翻你嘛，人家攀凤都不翻，你打人家，人家就翻你。他想送他人头，够狠的，逃避还是不救了，没必要。因为局面又没崩，对吧？好。你到底什么？好家伙的，还有左慈，还有这种东西。但是群雄说实话，他们也并不好打。
这几个都不太好处理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也不是说不好处理吧，就是除了周瑜小乔确实不好处理，但是他们想一下直接建立优势也不太可能。像这种远交都没什么意义的，远交位你还不如留着呢。天下熙攘，但他现在没必要打位了，他眼里肯定是羽范和黄云英了，只不过小乔难打，不然的话他还肯定还是打吴，就捆上吧。曹操的话应该报复群雄吧，他家大哥被他儿子被群雄杀了，顺手牵羊啊，那你出马别人只能让你顺了呗，你别打咱就行了。雷杀，好家伙的，这是真的够狠。铁骑双蹄，那你直接杀黄云英不就得了？你这还九属性，震乾坤，借刀杀人。你忘了你儿子，你家大哥曹丕是怎么死的？借刀也无限嘛，还一个黄忠，他不想杀君，他想杀曹操，曹操九属性都弄死了，行吧。南蛮，杀，无限乱打。他借刀，他只是为了过牌，他不是为了要借刀打谁，人家他妈黄忠，他们跟这局纠缠这边有两个桃。小乔丢桃了，桃不少啊，五，让你左慈慈发力，发力吧，一个魂能打发力吗？还真让他搞到一个无魂，但周瑜肯定是有桃的，周瑜不救了，放弃他吧。啊，周瑜觉得他戳的是累赘，给刷魂，把他直接卖掉，然后让你们互殴，然后典韦趁机把黄莺莺杀掉，对吧？坐收渔翁之利，确实很好啊。这边曹操一看是两个群，就跑去打群去了。行，刚刚貂蝉是两个明桃，这里看他怎么谈，谈左慈去了。我是他，我就把黄莺莺弹死。铁骑双蹄，我才不谈左慈。他来读吃桃。看黄莺莺就看你这一波了，有先驱的。我感觉小乔典韦可能都对你手下留情了。先看也不能说错吧，因为你火攻可能会过来卡，一样会卡，这个东西不好说。反正有连弩了，真的有可能一波，但这不可能派连弩的。老夫剑下插翅难逃，这火攻好像有点浪费了。应该后用，因为他是帮方天闪吧，攻不中。带他走吧，好家伙，全是杀。但是小乔不好杀，他能抬你，但也没办法了，打到这个份上还能怎么办？墙上了，你还咋立吧？小乔没有天香牌吗？还是天香牌是什么关键牌？他续了什么牌？他之前丢桃子了。还是我的剑快。哦，桃子。老夫剑下。还有吗？插翅难逃。啊乐，这货卖队友虚报了一些这些东西，不会虚报的这些东西把他自己坑了吧？啊、哦，手里还虚报了一个什么？我猜是南蛮有可能。好，乐把自己坑了，自己没天度。会不会给到机会？扔了一张方片和一张梅花，没有天象牌，看来虚报了个决斗。刚才，那现在手里到底都是什么呢？有九，先来一刀。啊、哦，有一张天香。有九，再来一刀，能不能带走？再次一举了。好，手里一杀一闪，没有天象牌。啊，没想到黄云一波把你们带走了，厉害。哼，厉害不厉害？确实厉害。你们后悔不后悔？后悔。可能这就是爆将的魅力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录像也全都放完了，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。
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